视频，记得分享跟订阅哦，分享跟订阅，订阅在这里，分享在下面。Hello， 这次的视频我们是要教大家如何在 New Orleans 跟 Baton Rouge 在整个 Louisiana 怎么玩。昨天晚上先来到 Baton Rouge， 我们是从 Houston 开五个小时来到 Baton Rouge。那 Baton Rouge 就是 Louisiana 的首都。那我们现在今天早上先来到了这里当地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厅。早餐店，它是叫 Simple Joe Cafe。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咯。比较可以点的就是它的 ham， 它的 ham 是有蜜糖这样腌过、烟熏过，那我觉得非常好吃，我推荐大家来吃一下。然后还有那个它的 shrimp and grit， 超好吃的，好不好？所以可以来这一家试一下。那我们准备去 LSU 啦，待会。那开过去好像要7分钟。LSU 是 Louisiana 最有名的大，看一下这个人。已经是穿着 LSU 的，连这家可贝的员工穿着的衣服的颜色都是 LSU 的颜色，所以其实 LSU 在 Louisiana 非常非常的有名，非常非常的有名。对，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 LSU 啦，所以就下一个景点再见。哦，很多名人都读 LSU 哦，像昆明啊、以发。那我们现在 LSU 它的那个那种幸运人物就是一只老虎。那只老虎它好像更新换代，最近它有一只新的，那我们就去看一下那只老虎喽。来，走，我们往这里走，来来来、哦，来，你看，它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雕塑，然后有一对情侣正在拍照。对，有一对情侣正在拍照。来，还有另外一对，你看。对，还有这一对。甜蜜啊！对啊，你看。哦。去往后面走，来来来。来来来，丽来丽来丽来。他真的有 IG 耶！我们今天刚刚下午说我们要找他去，然后 IG 找他，你看。哦，IG 在这边。哦，他真的有 IG 耶！他真的有 IG 耶！来，我们带你准备看一下那只老虎，就是在这里。看得到它屁股。这只老虎啊，它是 LSU 的幸运物。它叫麦。幸运动物。它叫麦。它叫麦。这只麦，它是有8到12年都是在野外生活。然后 LSU 就会找到一些比较需要救助的老虎，然后把它拿回来放大概14到18年。然后所以它是 adopt 它是比较好的，而不是一直去饲养它放进这个笼子里面，那我是觉得是非常好啦，比较爱护动物。我现在在 LSU， 我们准备要去下一站，就是 Oyster Go。 2、3。哎哎，要再跳。2、3。 Hello， 我们终于进来吃到这个SME 的 Oyster 了。SME 它是1910年就有咯，所以这里进来一个隐藏的好消息，就是你来 Baton Rouge 的 SME 吃是没有排队，不用等，而且很快就吃得到。
你去 French Quarter 的话会非常的久，你要等，你要排队跟一两个小时。这里非常有名的是它的 Oyster， 它的 Raw 跟它的 Char Grill 的 Oyster 是非常非常好吃。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到底这 Oyster 长怎样咯，来，现在给你看。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吃东西啊。那要吃什么呢？还是 always 的海鲜，海鲜吗？没错没错，非常的好吃，我这边的海鲜。我现在来到 New Orleans 最有名的一个街，它叫做什么街呢？ Bourbon Street。我们来放一下画面，走走走走走走。然后我们现在在排一家餐厅，我们大概可能预计可能会排个半个小时以上吧，可能有一小时哦。我们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对。这家也是必吃的其中一家，来到纽约人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吃海鲜跟逛他的那个酒吧店跟喝酒，其实还有听他的蓝调的酒吧来吧啦。那我们就排队咯，好，我们进去里面再说，拜拜拜。早上的话可以先去咖啡等吗？先吃一点东西，然后再来到这里吃一个汉堡。但是猪它不是牛，它猪是粉红色的。哦，对，猪是粉红色的。而且这里的特色啊，它有非常多的 Star Wars 或者 Comic Books 的东西，就像你看看我的朋友，对，没错，就是他。这样了，拜。
可以啊，就刚好他。